我叫邓福兵，河北省唐山市人。我自少年起就喜好中国武术，孙中山武学文化传入唐山，以张一书是功不可没的。张一书先生跟孙振川先生学拳，孙振川受教于孙中山先生。我的客套老师梁凤祥老师，他拜在孙禄汤的女儿孙建云门下，然后呢，在他那派为我为第三代传人。我跟张艺术的弟子刘国新老师、孙昌瑞老师、程敏俊老师三位老师学艺多年，他们的武功德高望重，功夫极深，我受益匪浅。我在他们三位老师的教导下，学习了孙中山的武学三门功夫：形意拳学、八卦拳学、太极拳学。现在我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孙中山，他跟李奎元学拳。李奎元呢，受教于郭云深先生，郭云深先生呢，受教于李洛等先生，李洛等先生呢跟戴六邦学拳，戴六邦跟曹继武学拳，曹继武跟鞠继可练拳，所以说形意拳的发源在于山西省，鞠继可是我们的鼻祖，形意拳的前身叫形意意拳，也叫形意六合拳。所谓六合拳，是内三合、外三合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。外三合呢，手与足合，肩与胯合，膝肘合，这是六合，内外六合。现在呢，传入到河北，它叫形意拳。好，这是我的徒弟马志军啊。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孙中山的形意拳的特点。先占身体式。孙中山的特点，他主要是练身练气啊，他主要是练身练气啊，讲中和之力，中和之劲。他主要是呢，三才桩，这叫三才桩啊，也叫技击桩。啊，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啊，得人都是投手组，他拳叫三体式，啊，三体式呢，他主要是以中和为主，以三体式为主，他的身形是架，是吧？身子啊，身子要看正似斜，看斜似正，啊，这个要松肩啊，松肩。吹肘、踏腕、虎口成圆，啊，五指伸开，啊，食指要挑，啊，它这个劳宫穴可以打开，啊，松肩气力能到肘，吹肘气力能到腕，啊，后手呢，后踏，大指要横挺，啊，这个膝盖要跟脚尖顺线，它主要是单重三七桩，前脚占三分劲，啊，后脚占七分劲。啊，虚灵顶劲，啊，两胳膊四肢非直，四弯非弯，啊，腿也是，无有一处不远，啊，他讲这个，头顶竖向，啊，舌顶提肛，啊，浑身放松，属于内开外合，头往上顶，舌往上顶，手往前顶，啊，头顶有冲天之雄，舌顶有怒狮。吼象之能啊，手头顶有推山之功。扣呢，绑要扣，因为他这一扣啊，他气他都入丹田啊，绑扣啊，脚面往下扣，脚心要空啊，手心要空，心要空啊，这三空。手面还往下扣，脚扣啊，这绑扣。圆呢，虎口要圆啊，脊背要圆啊，脊背要圆呢啊。两轰都要圆，它无有一处不圆的。这样的呢，它那个力呢，可以
直达到顶，到百会。这个后肩呢，跟后臀部啊，跟脚后脚踝它是垂直的啊。这个鼻尖跟手尖啊，要三尖相对啊，鼻尖、手尖、脚尖。手尖呢，跟鼻子平行，手呢跟脚垂直，成个正方形啊。这个虎口要圆啊，是梁鸿要圆，脊椎圆。五抱呢，梁鸿要抱，胸中要抱，丹田要抱啊。他这么一，这个抱啊，就是拢气啊，这个任脉啊，气可以下去，这督脉呢，气可以过顶啊。六曲它是弯曲，虎口要弯曲啊，梁鸿要弯曲啊，胳膊弯曲，腿要弯曲，什么都弯曲，往下做胯啊，要缩胯，缩肩缩胯，它都有缩力啊。第八个很主要啊，这个三挺挺关键。这个七呢要往上挺啊，腰往上拔，手啊要往上挺啊，这是基本三体式的桩弓啊，这个坐胯啊，头顶啊，眼要前视啊。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劈拳啊，开始打劈拳。让我徒弟放两下啊，先把五行拳放一下。这个劈拳呢，你打两下。这个劈拳呢属金啊，它属金。哎，它属金呢，在五行属金在内呢，它属肺啊，它是一气啊之起落啊，挥手入钩啊，钻一起一落，上为钻，这边落为翻啊，它有皮物啊，皮物之意啊，它是有皮物之意。对于肺部啊有好处，因为它对呼吸啊通顺的。这皮圈是吧，再打一个是吧，往前钻错啊。下边我讲一下的这个皮圈的原理啊。它是乌鸡桩啊，先乌鸡起势啊。乌鸡就是空空洞洞，心里是什么不要，无思无想啊，无思无念啊，很自然啊。自然以后，两脚站要90度呢，如在沙漠之中立杆一样，这样呢丹田产生一气啊，这为真气。这个乌鸡呢，最后呢它起势啊，这个脚啊，左脚往脸上变45度四向啊，这鸡腿啊，金鸡独立之灯啊，鸡腿隆身啊，隆有三只翅啊，胸膀啊竖向如虎包头啊，变出三台桩三体式啊。他挥手入钩啊，攥到两肘不离肋啊，两手不离心啊，如口中突兀啊，高不过眉，低不过口，眼看中指啊，前面4分劲儿啊，后边6分劲儿啊，要缩胯啊，圈子不要挥了啊，往前劈啊，这是劈圈，一气之理啊，一气啊，这是劈圈。这是侧面再打一下啊，挥手入钩，去入刀错，入四面啊，下户型啊，也叫下户型啊，上户型，因为它是力学原理，物理现象嘛，是吧？眼看中指有挑弹啊，四如挑弹，啊，趟立步啊，他说这是说这趟立步啊，这手呢有炸力。啊，这是劈拳。下面我讲解一下这个劈拳的用法啊。顾名思义啊，咱们是咱学怎么使的啊，最后它是变化的。这钻加上对方拳奔我面门而来，是吧？我要准错啊，要错它。但这是个脚啊，三体式啊，长度
他说是以跪七十米远，四十五度角度，三点上一线。但对方来以后，这个他跟边尖的风格不一样啊，他是踩对方脚，啊，起来也可以，啊，踹他起，啊，也可以买他，啊，他可以买他脚。说对方来了，他这一气之力，这里啊，他准错，啊，主要是准错劲啊，螺旋准错，这是准，啊，皮呢，皮就是裸带，他主要是裸带，这脚呢是趟地步，啊，趟地步，啊，往下一坐，啊，这是起微钻，这手一接是吧？啊，一劈的，啊，主要击他跟节，这个皮圈似辅助皮物嘛，也有十圈的，啊，这圈就打来是吧？也有十圈的，啊，劈子，啊，可以错，啊，还可以错，这都可以啊，这是皮圈，接里手接外手就行，啊。那打出来是吧？啊，这就行啊，这都可以变化啊，这都可以变。脚踏踩一不留情，啊，这是快的，是吧？夹着再出来是吧？啊，这都可以，啊，这变化，主要是练的这个皮劲，啊，爆发力、惊炸，挥手如钩。关键是他这个圈出来以后啊，哎，是吧？如挠钩，恨不得把他这个胳膊啊给他撕下来。撕下来就挠住，啪，是吧？这挥手如钩，是气如倒错。刚才不说了吗？是气如倒错，是吧？皮拳似辅助皮物，这是皮拳。下面我讲解一下这个崩拳啊。崩拳也是三体式啊，乌鸡庄开始啊，收割竖向啊，缩胯缩肩啊，蓄力领进，气沉丹田啊，命门骨大。拉出个三台桩，这个崩拳呢，酸拳如卷饼，啊，酸拳如卷饼，大指要扣到中指，啊，以食指，啊，中间如螺丝形，啊，崩拳呢，在内呢，它属肝，啊，在无形呢，它属木，啊，它发手似箭呢，它如箭离线啊，两手来回拉。它是以神作之力，啊，他说是神作之力，啊，啊，是崩拳啊，换个角度啊，崩拳练崩拳呢，他主要是强筋骨壮脑力，啊，如箭离线是吧？啊，它可以连环击啊，它可以连环击，下面我说的这个崩拳的用法。崩拳呢，它主要以半步跟，啊，它主要以半步跟啊，打拳全部半跟啊，半步跟。对方，假设对方拳往我中部揽，啊，来中部揽是吧？崩拳呢，它有上挑之意，是吧？你打出来啊，啊，它有上挑之意，啊，是崩拳。假设这一拳过来，都可以接啊，都可以接。啊，这是崩拳的用法，啊，这有上挑之意，啊，他还松肩这肘，他还可以使。假设这拳奔我，他中盘呢，奔我心口打来，是吧？我压枪之力，啊，我挺啊，他压枪之力，啊，他讲寸劲呢，啊，寸劲呢，是吧？这是崩拳法术四剑。假设对方拳相当快，被我中盘打来，是吧？是吧？这很快啊，这是崩拳的用法，它可以变化，怎么都可以变化。假设被我面板打来是吧？啊，他这也是崩拳，他不敢罚了啊，你罚他是吧？他这是炸力是吧？有雕有波是吧？假设这手打来，这也是啊，这也是崩拳是吧？啪。啊，炸你！下面再讲解一下这个孙中山吴学这个文化的这个五行拳啊的钻拳。五行拳呢为母拳啊，为主为刚啊，这个三体式啊一定要站好啊，那什么不要有死丸子，中正啊，浑身要中正。
挥手上错，这个钻圈呢，它四，它在无星灵啊，它属水啊，无星灵在人五脏呢，它属这个肾啊，都属于肾脏啊，它是一气啊，这曲流星。他发手呢，啊，似闪如水珠啊，如水，啊，在地里突然的冒出，啊，他呢，啊，下边我，啊，跟我的徒弟，我把给他拆解一下，假设对方随意穿往我面部打来，啊，你随意，啊，他说这儿咱不敢放他啊。不管放他啊，咱们看他们来个快的啊，来，啊，他错，他主要是以错啊，以错为主，啊，浑身一个爆发整力，啊，这个转圈呢，假设对方他这圈是吧，被我中部打来，啊，来随意啊，啊，这都可以卯上啊，这可以打是吧？假设这圈还打来，啊，随意任意变化，一发都。啊，都说这里一钻错，啊，他发手呢，如水中，啊，他说是力在小臂，钻错劲儿，啊，你随意再打来，啊，嘿，啊哪儿都可以发，啊，任何角度都可以发，啊，这是钻拳，让我徒弟打一下这个钻拳。炮圈，啊，这个炮圈呢，它在五脏里啊，它属于心啊，在五行里啊，啊，它属于火啊，它以气之开合之理，这个炮圈啊，它属于以开合之理啊，它以惊炸，如炮啊炸药，啊突然爆发，啊，炮圈啊。下面我拆解一下，啊，假设对方全被我对我面目打来，是吧？啊，随意啊，嘿，啊，但这是侧面接手，正面接手都行啊，随意打，嘿，嘿，啊，正面啊，这都可以，他这手接，这手打也可以接，啊，但是这炮台变化很多了，假设他打过来。随意打啊，他随意打，看，这，啊，这都有手啊，这手变化相当快。咱们再变化方式啊，加上这手打来，啥，啊？看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啊，因为炮拳呢性最烈，如炸药啊，突然炸开，啊，这是炮拳的用法。它关键都是以转错，它这个炮拳的用法呀，它跟长拳不一样，长拳是拨架，形意拨，形意它慢镜头它是转错，假设要打来它转错，啊，都它打过来也无所谓，它这儿，它转错，这儿啊就是能干上，啊，这力相当大，啊，这是正面进攻，它这拳也如此，哎，转错，啊，这是崩拳手法，其实。那这一砸都出去，啊，这变化很多的，他钻果螺旋，是吧？来，再来一遍啊！看这拳，这拳打的，他钻错，这变化很多了，啊！下面就说一下子横拳，啊，你想想啊，横拳呢在五行里啊，啊，它为土，啊，在五行啊，它为土，土生万物，它是。他属于偷手，哼，他都在拳底下偷手，横拳啊。再人呢，五脏里，他为
这横拳基本上是这意思，有奇横不兼横，落顺不倦，顺着说啊。下边我拆解一下，横拳呢，它主要是啥呀？它奇横不兼横。你看他对方来了以后，啊，打了他奇横不兼横，啊，但是呢，他手法很绝妙。这再来一个啊，那这么一来，你都来这炮，他可以背射了啊，还可以给他背射了。啊，假设这拳哪来？啊，这结巴，这软肋，一发力都出来，啊，这爆发力气是相当强。他透出，他从底子土生万物嘛，这横拳上，横拳可以变化很多的了。假设他随意出手，是吧？随意说这横拳，那还可以变皮拳，还可以压肘，啊，都可以。这他变化很多，啊，这变皮拳。假设他这手打来。啊，我还是横拳接，啊，崩拳，让你一发，这样一出一发的出去，这从底下出，这崩拳，它变化很多，横拳还可以变那个钻拳，随意打来啊，他随意啊啊，这砍，是吧？很巧妙，顺他的滑道，哎，顺他的滑道，他啊，都可以变化，这样变化很多了，浑身一团聚之合。这拳一打，啊，他这一接，看，这打一发子出去，啊，我这给拽回来了，是横拳。先讲解到这儿。下边我把这个损势五行拳啊，这个回身啊，回身的用法啊，简略的啊，说一下。对方打住我，是吧？狗拳打住我，这回身啊，这是回身用法啊。他连贯动作是吧？啊，他回身啊，来随意，嘿，是吧？这皮了啊。假设我打到这手，啊，被我在我后部打来，啊，立刻就踩着他啊，这拳面部都打着。啊，这是回身，把他这个力呢让过去，啊啊，再来一次，啊，嘿，啊，直接就劈啊，法力呢这都匮乏，啊，这是回身，这是劈拳回身，啊，崩拳回身呢，崩拳回身，他叫狸猫倒上树，他说锁手，他锁手呢，他也是对方被我肋部，啊，这都可以破。啊，都可以破啊，这都可以接他手了，是吧？来，随意来啊，啊，嘿，嗯，好，你看对方一变化，你看啊，因为对方他也有自然的手法的啊，他这拳一打，上我这么一踹，主要是立马上树踹他，但他随意那拳也打来，上我得马上接他手啊，这回身，哈，哎，啊，这是崩拳啊，崩拳就回身。钻拳回身，啊，假设我打到这个，啊，打到这儿，后脑海，啊，假设打来了，啊，嗨，啊，这立刻都盖上，啊，一发子走，啊，是这手打到这手也如此，他因为啥？对方打了以后，他有感觉，他有螺旋的，啊，他有螺旋的，啊，知道发，啊，这边也一样。这是回身，你别看回，别小看这回身啊！来打，啊，哎，哎，啊，啊，连环啊！这是钻拳、炮拳。啊，假如打到这上以后，他的背后或者踹我，啊，或者踹我，哎，这都可以接他，或者拳都可以，因为他有个螺旋了，啊，螺旋用法的，来打上啊！发啊，发手。啊，打的这边也如此。他说这个螺旋呢，他变化，这个点给他变了，啊，来打，哎，这点给变了，哎，他们一啥脚踏中门啊，或者脚踏踩印，啊，这盖是吧？这都是这行动变得都挺快的，啊，这是炮拳回身。再说这个横拳回身，啊，也是这样，对方被我在背后袭击我。假设过来，哎，就是这点上，啊，这都可以。他属于他主要偷手，打这手，啊，也如此。来，你过来，
一发子啊，直横拳。下面让我弟子啊，把这五行拳啊，从头打一遍。劈拳起势，请乌鸡两脚90度啊，90度站着，食指伸开啊，中指以裤缝相起，要虚灵顶劲啊，虚无生以气，这会变成鸡腿变四象啊，鸡腿啊，龙身，胸膀虎包头啊，它这个鸡腿呀、啊，有金鸡独立之能，这个龙啊有三者之事啊，它可以变。运动啊，左右啊，左右这个涮腰啊，有神意，要动一动，放松啊，要做胯，虚临顶劲啊，偷顶，提肛啊，射顶啊，俯身呼吸，一手丹田，这个如虎要离穴，脊髓龙神，胸呢，脊背要圆，这是四象，变出三台桩，拉出三体式来啊，这个三体式变出来以后。啊，它是一种积极状了啊，积极状态啊。他讲这个三才，三才都是天地人啊，人站中间啊。三才桩呢也叫三体式啊，这是重中之重啊，这在练拳里有万法出自于三体式啊之说。这个三体式啊，一定要前面占三分劲，后边占七分劲啊，有占四六的啊，有双重的啊，损失的是单重。胆重为道啊，胆重变化快，因为它有产生阴阳了，阴阳相生了。这个劈拳啊，它挥手如钩啊，抓回来啊，挥手如果抓回来，食指啊，转错发自心啊，它发的出在一口，如口中吐物。它钻的时候啊，这个圈呢要攥紧，攥成如卷饼啊，这个大指要攥到中指，眼看中指它高不过眉啊，低不过口，前脚呢。要45度角，要脚打踩一不留轻了啊，往前要踩踏啊，它的长度呢是脚后跟到脚尖这么长就行啊，这是它的长度啊，迈步啊，你回来哎，在迈步三体式迈步的时候，啊，这是它的长度啊，给45度角给了啊，这个长度给了，看正字些，看些是正。它是讲中正了，中和之气，中和之力了。挥手如果抓的时候，这个两肘不离肋了，两手不离心。钻的时候，他这个脚后迈到脚尖儿都为对啊，上错它，是有上挑之意啊，上头啊，有起住胆蛋啊，也叫钻错啊，钻它脚踩它，45角前面的力呢要四分劲啊，后边六分劲，这变劲是鸡腿。劈的时候趟地步啊，挥手哎，他这一劈，后手呢要踏腕，牵手呢要撑，俩手用力要均呢 啊后手发力，牵手达人啊，他这个劈的时候如丝绵啊，再打再挥手如钩啊，哎，准错也叫起如胆弹啊，哎，劈的时候要炸力啊，有惊炸啊，它是刚肉啊兼备的东西。啊，劈拳似斧嘛，啊，如劈物，它就是一起一落呀，因为它以神作之理嘛。回身要扣步，啊，回身啊，回身啊，要往回打，啊，也扣八字，带好，扣八字。这个接手啊，摆脚，哎，转错，啊，劈翻，啊，这是，因为它变化很多了，它的要领也很多，啊，气如倒错，啊，挥手如钩，
甭犬也是乌鸡起翅，最后变四象，啊，鸡腿、龙身、熊膀、虎豹头，啊，这四象很关键啊，变出个三体式来。钻拳如卷饼，啊，要松肩，啊，要松肩吹肘，啊，手呢要往下压进，脚呢要有踩进，啊，钻拳如卷饼，啊，往前直蹦，啊，到这半步蹦。它有上挑之意啊，它有上挑之意。哎，它是半步跟，五行圈的这个有五行步啊，五行力啊，皮力这是崩力。哎，回身啊，回身狸猫倒上树啊，准错。哎，蹬劈垫步崩啊，打拳如打影啊，好像前面四有人。啊，给崩出障外，要有神意，精神要提得起啊！回身，啊，有进也打，退也打，啊，这是崩拳的练法。下面练钻拳，啊，乌鸡起翅，啊，要松抻，练四象。啊，变三才桩。他做成拳以后，他叫阴阳啊，阴阳拳啊。转错啊，他主要是转错，脚踩啊，钻拳有刹车之力啊，打出刹车之力来，要坐胯，坐胯，转错啊，回身啊，扎错啊，他似闪呐、啊，闪电一样。哎，下面练炮拳啊，五行拳里的炮拳，乌鸡式啊，乌鸡起式啊，乌鸡桩啊，心里空空洞洞，什么不要想啊，九十度角，变出三台桩。这个炮拳呢，它走射精步啊，它说射精步是一左一右，一右一左啊，它是往前垫步，前脚垫步啊，后脚上。后脚上去，后脚上去，啊，要抢步，啊，前脚垫步，后脚上去，哎，要锁住，要先钻鸡腿啊，这是鸡腿，哎，崩，哎，垫步，啊，他这是虎步啊，虎步炮拳，蛇形步，挑崩就是，啊，左手钻错崩，啊，回身，下面是横拳，五行拳里的横拳啊，横拳起势也是乌鸡起势啊，乌鸡桩，乌四五念，五指啊，十指冲下啊，要自然啊，要松抻啊，要虚临顶劲，这回啊变四十五度角，九十度变四十五度角，哎。身子略歇一点，四象起势，十指冲天的啊，如虎要离穴啊，要扑食之勇啊，那四象要变阴阳拳啊，算好拳，算好，那个手心冲上，前手啊，手心上，后手为阴啊，前手为阳啊，它也是蛇形步，在肘底下崩出啊，崩，哎，肘底下崩出。啊，先垫步，不要垫多了，接他手啊，接前面的手，再崩出啊，他叫齐横不见横啊，有落顺不见顺啊之说啊，要刚劲有力，要饱满，哎，下面我完整一下
啊，把孙中山的五行拳啊练一遍。我先练劈拳，啊，劈拳无极起势，啊，无极桩，食指啊，中指在裤缝，啊，要垂直，须临顶劲，啊，人要平视，什么不要想，脚，如踩在沙漠之中，无极生有极，有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啊，两仪生三才，三才的四象，啊，变四象五行。六合啊，七星八卦啊，九宫十要要领啊，这是无极。它变四十五度角，啊，变四十五度角，徐徐往下蹲，手从丹田上提起来，上的右手中指跟底下食指啊相搭，不要连接太多啊，在胸部这儿啊，如要虎跃离穴啊，命门鼓荡，虚灵顶劲，气沉丹田。变出三台桩，挥手入钩，转错，劈。挥身啊，他挥身的时候，挥手入钩也一样啊。这两肘要不离累了，两手不离心。俩脚后跟啊，极力往外扭进，要会远，啊，当要远，起住胆蛋，啊，劈拳四伏，挥手入钩，去入刀错，啊，前面四分劲，后边六分劲啊，这个拳要起住胆蛋。把对方打起来，挫起来啊！无极桩，四象，三体，大指要横挺。要挑食指，后手又踏，前手又推，眼看中指，假设前面有敌人，一掌拍出掌外，要虎视眈眈，要有神意啊！俩脚后往外炸去啊，要有缩力啊，手往头去，后手啊，后背往后靠啊，命门鼓荡，挥手入钩，去之倒错，力有激发啊，这个腰肌啊，这两膀啊，扣着劲，抱着劲，啊，气数丹田。缩出劲，前手不要回来，顶着，接他的手，如丝面，两手如丝面，回身，打个活步的，活步手势，这就可以，这是劈拳，崩拳，先正着打一遍啊。无极起势，要松沉，虚力顶劲，舌顶提肛，四项，三才，要提肛提肛，督脉可以上升，可以过百会，这劈拳，这练崩拳啊。挥手，篱笆桩术，垫步，砰！
灯塔彩，叫剪子骨，前脚垫步，还继续崩，手势，啊，腿部崩。下面，啊，我再练死猪汤的五行拳，第三个啊，转拳。转拳呢，在五脏里啊，它属于肾脏，啊，肾是先天之本了，啊，在五行里呢，它属水，啊，它是一曲是一气之曲曲流畅，啊，无孔不入啊。下边我练啊，无极桩啊，无极起势，啊，无我无他无你，什么不要想，啊，空空洞洞，啊，九十度角啊，变四十五度。四象，啊，鸡腿龙身，胸膀虎豹头，啊，鸡腿啊，今天独立之脏，啊，胸膀胸有三只之事啊，啊，虎豹头啊，如虎要离穴，要虚灵顶劲，啊，松沉，啊，丹田命门鼓荡，啊，前后鼓荡变成三台桩了，啊，三体式，这也叫鸡鸡桩，啊，他挥手如钩。也是去势导错，它阴阳啊，讲阴阳，啊，前手为阳，后手为阴，啊，后手又变成啊，又变成阴啊，阴阳相交，阴阳变化，啊，警诈啊，他打出一个警诈劲儿来，回身，这再练一遍，乌鸡起势，啊，变四十五度角，四象，啊，蓄力顶劲。三体式，这个三台桩是万卷不离其宗啊，啊，有万法出自于三体啊，三体之说，它在形意里它是重中之重，挥手如钩，去走错，阴阳变化，回身，啊，脚踏踩一不留情啊，打上车之力，刹车之力，它是火步的，它变化。啊，却别变化的。炮拳啊，是五行拳里是第四个，乌鸡桩，四象，蓄力顶劲，浑身放松，三体式，也叫三台桩啊。天地人为三才啊，前手撑着劲，前脚垫步，抢步，回身，前面这侧的练练啊。这个炮拳呢，如火啊，有炸药啊，突然爆发。前脚要垫步，啊，它这个部位它是向垫步，后边抢步，说炮，哼，哼，退身。下面我练这个死猪汤形意拳的五行拳的第五个横拳啊，横拳呢它属土啊，在五行拳里带五脏里呢属肺，属脾啊，所算上属脾，要蓄力顶劲放松，乌鸡起势啊，四象，三体啊，三体式，有天以大天，人以小天之称啊，人符合天理啊，人要顺其自然。转成圈啊，也阴阳啊，他打蛇步啊，蛇形步，从这个肘底下啊偷出去，接的手啊，这在中线前脚垫步啊，这拳很不好练，因为他这是暗劲，这拳在肘这有拉到家的。
火步，转棒棒根，打球全部棒棒根。啊，侧着再来一遍，乌鸡起势，四象，三体，前手长上力，后手踏上力，啊，俩脚后极力往外扭进，要挥远，啊，圆面积大啊，圆它有承受力，变成阴阳拳。要有神意，棒棒根啊，打脚全部棒棒根，它有惯例，回身，手势。